Google Map 说这里有超商啊，有超市，我们就从这边走看，要不然下面的加油站就一定会有超市之类的。非常的偏僻，然后我们从 Google 上面找超商超市，看起来是有的，然后还有一间清真寺，但是地上超滑。好，这个就是超市，看起来有点落魄的感觉。对，感觉是小超商啦，不是超市的，可是它上面写超市。好，听说在还在前面，我误以为是那间杂货店，上面就写 supermarket。这边还有一间 mini market。我们这样一路走来，人烟稀少。这只猫一直想要进去躲风，结果一直被赶出来。